会不会是冻神呢？哪儿有什么冻神？哎，怎么来来回回都是这儿啊？哎，向导曾经说过，上山下山的路只有这么一条，肯定会有人经过这里的。等有人来了，我们再决定怎么办。 冻人爷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这几天不知道是您的忌日，如果有得罪的地方，还请你原谅我们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怎么了？你脖子上